班里同学的得意瞬间。你们猜这回在班谁做的最高？你们绝对猜不到，冯青青吧？不是我，周凯吧？哎呀，不是。不会是你第一吧？不好意思，正是在下。你比班长综合分还高？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吗？我超他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？走开！你作文写的不怎么样啊？下课我有时间，你过来找我，我教你怎么写作文。看见没有，今天我服了。以后看作文别找周凯，找我，听见没？嗯，行呗。好了，你真的是六番了。刚才我都看见了，周凯的脸都绿了。哎，六啥呀？晚上出去玩你们别叫我。咋了，豪哥？就为了学这点作文，我一个星期都没睡好了，我得补觉。你笑啥笑？我还不是为了争口气让你离周凯远点。你怎么什么事都怪我呀？又不是我让你学的。